对吧？对，我说的是对的。就猜的是开还是关？什么玩意儿？等一下，这题可不会，这题可不会，你快点来了，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关呢？关是关，对了，是吧？是关。哎呀，你看懂了？哎，对，不知道。是不是声音它会重音在开还是关？是，再来给他来一个，谢谢。这是开，这是关。这是开还是关？关。开还是关？你真的是很真切。不是开就是关，关。那可不，不是开就是关吗？你都开成那样了，还不是开啊？这你也是要注意的。要好好看。好，来，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关。你要找规律吗？子怡懵了。子怡说别再整这些虚的了，别整这些虚的。咱们不说，就让他们猜。你和李大哥猜啊。来谁？那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哥，你先猜。如果错了的话，你猜另外那个选择应该就对了。我估摸啊，蒙也关。对了。啊，是。我蒙的，我真的找不到规律。这是开，这是关。下颚这样。开还是关？哎，这种把别人蒙在鼓里的感觉真好。小唐，你会这个吗？不会。哎，你来，你来一个，小唐来一个，你来。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关。你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啊！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开。开。对了。哥懂了，哥懂了吗？哥懂了，哥懂了，我找着规律了，哥懂了。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这是开，开。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关。那我们让哥来弄。哥你来 ，OK， 来 ，OK， 哥你来，他聪明了，这个一般真的厉害，这个我看了好久，对的，这是开，你还没说呢，冷静点，子怡，这是开，这是关，这是开还是关？他永远都是我把答案告诉你啊，我就告诉你，开 ，OK， 哎，子怡也会了，子怡好像会哟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你看你关，你看你关，关，好像会了，会了，懂了 ，Yes。